第22题，在桌上平放一把直尺，将焦距为10公分的凸透镜放在直尺的上方，用眼睛透过此凸透镜观察直尺，结果如右图所示。请问此凸透镜与直尺之间的距离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看到图示显示的是一个缩小倒立的像，东西放在凸透镜的2倍焦距外，会呈缩小倒立实像。焦距十公分，所以要放在2倍焦距20公分以上的地方。那么看到选项呢，只有 A 是符合在2倍焦距20公分以上的距离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此凸透镜与直尺之间的距离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25 公分。